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2:07，今天有点时间就去估算一下大马手套股四大天王的估值。这边我是用疫情前2019年它的盈利跟它那时候的这个股价来算出，他那个时候就是说在2019年在疫情之前呢，他的 PE 大概是多少？ Top Graph 呢大概是 29， 他大 29， Cost 3是 18， Supermax 是 13， 这个就是在疫情前市场给他的这个股价。现在呢，如果我们拿回他疫情前的盈利，现在呢这个四大天王呢它的盈利才是没有回到疫情前的，我们就估算一下，如果它的盈利回到疫情前，也就是这个 EPS 2019年的 EPS 再乘以它的这个 PE 股价大概是多少。这边呢我 forecast 呢就说，如果它回到去 PE 大概是22左右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它不可能回到去它疫情前30这边了，很难了，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竞争市场呢，大多是马来西亚的手套股呢就是主导的，而且呢那个时候它才是赚钱的，所以市场给它30的话，我觉得是合理。现在呢，现在它的盈利呢才没有回到疫情前，大多数都是在亏钱，又有这个中国竞争非常大，马来西亚市场呢是越来越少， ASB 中国的也是便宜过马来西亚，所以市场这个竞争是非常大的。 PE 呢我就给它一个比较合理的，我就觉得22应该是说 OK 了。如果是用22来算的话，再乘以它那个时候的这个盈利，如果它回到疫情前的盈利， Top Graph 大概是1块钱， HADA 是 2.93， Cost 3是 1.93， Supermax 大概是 0.91，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合理的，也合理的，所以这边有一个。但是呢我们就要比较便宜嘛，我就给它个 discount，就是说 Top Graph、 HADA 跟 Scotsan 呢我是给他 PE20， 然后 Supermax 我是给18，因为这个要回到去那个疫情前盈利才要点时间，可能一年可能要两年，我们要给他一个 discount 呀，来补偿一下这个等的时间。所以算出来的话， Top Graph 大概是 0.91， HADA 是 2.66， Scotsan 是 1.75， Supermax 是 0.82。所以今天呢是今天早上这个价钱呢，这个呢 Top Graph 呢大概是0.885 现在，所以它已经是非常接近这个 PE20， 然后 HADA 是 2.58 也是非常接近它这个 PE20， Cost 3呢大概是 1.98， 是稍微高的，因为 PE20 的话是 1.75， 而这个 Supermax 呢 0.89 也是稍微的高过0.82，比较一下。所以从这两个来比较一下呢，我们大概是有一个想法，它现在的价钱是便宜还是比较贵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呢， Cost 3的是还是贵的，因为它 PE 是22、yeah? 然后呢这个 Supermax 呢也是比较贵，也是20，可以看到它今天股价呢大多数都是处于大概是 PE20 左右。除了 Cost 3是比较贵之外，其他的也是稍微高，并不是很合理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看到赚钱。但是它也是有些优势，就是疫情前没有的，就是它 NTA， 今天的 NTA 呢对比之下比起疫情前是高很多的，所以这个补偿一下呢，可能这个价钱今天这个价钱才算是合理吧。但是我们投资呢最要紧是要买到便宜嘛，所以个人认为如果他有机会回到 PE18 或者是 PE16 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点。
如果回到 P/E 18的话，top graph 是0.82，它当时2.4，扩张是1.658，然后这个 supermax 是0.73。如果是 P/E 16的话呢，top graph 是0.73，它当时2.13，扩张是1.40，supermax 是0.64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是可以说，合理价 top graph 应该是0.75到0.85之间。它大呢，应该是2.20到2.40之间，然后 cos 呢大概是1.40到1.60，supermax 呢大概是0.65到0.75之间。现在的价钱呢，对比今天早上的价钱呢，它才是稍微的高。如果你真是要去捞的话，你是站在基本面价值图纸要去捞的话呢，我们就 follow 这个价钱的时候。再打算要不要进场？当然，你也是可以 follow 这个技术分析啊。我的技术分析，之前有分享过 Top Draw 跟 Hada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筹码主力线呢，也是符合这个基本面分析的这个交汇呀。所以，如果是双电和币的话，就买在就等吧，耐心等待，看下有没有机会买得更便宜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想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的话，可以用你手机号码去注册这个魔方马来西亚，再填 Google Form，你就有机会被邀请加入这个 WhatsApp 小组的，是免费的。2月过后呢，就会开始收费，而且那个时候呢，魔方呢应该也是有一些一系列的这个福利被领取，然后呢，我的这个 group 呢也会另外要再有福利，但是那个时候你们是需要 deposit。要放钱的呀，所以这个时候现在还是免费的。如果你不想放钱，那就你想看一下小组里面是什么东西的话，现在就用你手机号码去注册吧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记得去 share，记得在留言区里面打上一，给我知道，谢谢大家。